哎，各位各位，这波一起飞，这波一起飞，等人来，我们一起飞，来，一起飞，一起飞，哈哈，傻小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明。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五位全服煞家来跟我们拍五全服煞家的豪华造型队。因为上一次啊，五全服莉莉安的影片反应还不错，然后也有人说想要看煞家，所以今天马上就邀请到了五位全服鸟人。我非常期待啊，今天五只鸟人同时飞，那个龙卷风咻咻咻咻，然后那个鸟人咻咻咻咻在天空上咻咻咻咻。你不要听听看你现在讲什么。那我们就不废话，马上进入今天的企划。来来来，全服煞家五排，然后这一次我分配到的造型是这个 Air Streamer。哦，先截图，那是很帅的啊！这次打的是赵云，是不是？赵云怎么跟我们斗？五只鸟在天上飞啊！等一下看有没有机会五只鸟同时飞。下路两只，这个兵是不是走得特别快啊？来来来来来来来，这个死定了吧？有没有人吃的了？有没有人吃的了？我来换 ，First Blood。哇操！我们超强啊！哇，3-0开局，怎么输？各位，怎么输？我煞家拿了三颗头，快走，快走，快走啊！喊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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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啦！所以，中兵请拿星星换，信不信我秒他？哇吼！哇，有点卡，不过没关系。照样拿下人头。哎，各位各位，挑战不要死啊！我们挑战剃光头对面。我靠，夸爪谁啊？这么猛，谁夸爪？这只赵云应该死定了。等一下看到三只鸟同时飞了，干，太多龙卷风了吧？来缓速，看没缓到，没关系，他死了。来看你怎么走，一个走了，另外一个人头就得留下来啊。How to lose， 各位，救他，救我们的兄弟 ，nice。啊，他要甩我们，他要想要甩我们，下课。来，还可以哦。哇吼！哇，这一把太快啦，哼，18-0啊！快跑，奥丁级玩家，飞起来 ，nice！ 我们不能掉人头，不能掉人头，各位，完了，掉了一颗，完了，掉了两颗，我来拯救我的兄弟们了。你是不是欠揍？你是不是欠揍？呜呼！呜呼！呜呼！飞弹，真的是飞弹！来哦！他们是放弃了，是不是？进去进去 ，nice！ 傻小，太好笑了吧！没兵了，没兵了，没兵了，兄弟，太好笑了。我给你，感觉没办法哎。哎，各位各位，这波一起飞，这波一起飞，等人来，我们一起飞。
来，一起飞！傻小啊！这画面太好笑了。盖了温泉里都龙卷风。来飞 ，nice。来，我救你，救你。哎呦，盖伦超硬的，飞不死啊！我来了。有，这是草里好像有一只。哦，在这边，在这边。来，看看后面也有。哎、欸，再来，妈的，来送的。我操！十。有没大，没大，没大，救不了你。好，帮你还一个。是哟、哦。要试试看吗？来试试看。干了，他们怎么来啦？先打人好了。哎、欸，他们是哎、欸，开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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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干太多大招了，动不了。啊，西巴，完蛋了！哎、欸，可以，干！可以吗？有。哦，刚不小心闪现去接了一个大，来送的、欸。所有人动作都一样。死、okay, 完了哟，来了。可以。完了，走不掉。哈哈，一堆卡好呗，救命啊！镜头给你，镜头给你。哎、欸，可以。哎、欸，你们有大吗？要不要我们四个来吃龙？还有人在 CD 啊。如果三段飞，直接用羽毛打嘞。三段飞用羽毛打啊、哦！三二一 ，Go！ 直接吃掉哎、欸，好扯哦。对不起，我操！还是我被断飞了。哦，这里偷藏一只啊！哎、欸，我们来试卡好不好？靠边，有人在偷吃啊！跳小明！靠你们了！这里！他想闪现啊，他想闪现，他这动作很奇怪啊！不要来那个马洛斯！哎、欸，你们等你们大绝都好，等你们大绝都好，来试一下。有，好了，来哦，三二一 ，Go！ 怎么有了没起飞啊？有一个没起飞啊！干！拍谁？没事。哎、欸，哇，怎么？哎、欸，我怎么还没起飞就死啦、啊？可以啦。好了，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全服萨迦五牌计划。那一样，想要看什么样的全服五牌系列呢？底下留言跟我说。我是小明，我们下部影片再见，拜拜。